最新油价讯息，中油公司公布了本周油价，从明天凌晨零时起，汽油每公升调降0.3元，柴油每公升调降0.4元，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29.2元，95无铅汽油每公升30.7元，98无铅汽油每公升32.7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27元。而中油持续启动油价平稳双机制，自行吸收涨幅，汽油每公升吸收了4.1元，柴油每公升吸收5.4元。